金飞瑶的梦想就是身处一个充满爱与和平的修仙世界中，所有的一切败类都应该毁灭。金飞瑶漫长的一生中一直在扮猪吃老虎，雁过拔毛，骗财骗色，气得人跳脚。他有一副纯良的样子，让你怀疑是不是错怪他了。他什么都没有，也就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不怕，做人做事直面本心，杀人夺宝，血刃血亲，就像他说的，无心则无畏。金飞瑶的心境是在不断进移的，他的道是真正顺应天地的。身为修仙界的败类，我想说，其实我是一个纯良的人，真的。阿宝，你为什么这么恨我？别把你带回来就拍屁股走人了，还不是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带大的？你不感恩不说，竟然一天到晚和我对着干。你把我带大的？你才比我大两岁，你会弄什么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就算我才大你两岁，你小时候我对你的照顾还少吗？大伯家虐待我们，你没东西吃，我偷来烧鸡，我就舍得啃了两口鸡屁股，剩余的全都给了你，难道你忘了？哼，那烧鸡是用来祭拜先祖的，早已在案桌上放了五六天了，不说味道如何，根本咬不动，而且你狡猾的只吃了两口，我年幼不知，全吃了下去，拉了七天的肚子。后来因为是祭拜用的贡品，我还因为这个原因被那老家伙还打了一顿呢。可我也没有不承认，打你的时候我已经交代是我偷的了，又不是只有你被打，我还不是也一起被打了？而且我又不是发现那烧鸡变了味才不吃的，我纯粹是想给你多吃一些，真是好心被狗咬了。上次你在李姨娘家的燕窝里边放着春药，我端给她以后她现场发作，我当时才11岁，差点被侮辱了，最后竟然还说是我以下犯上，想对姨娘有了歪心，差点把我赶出了金家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呀？你要这样对待我？关我屁事儿！谁让你当时莫名其妙的去拍她的马屁，那东西本来就不是你端的，要不是你多事低三下四的想去讨她好处，我又何必出来承认是自己干的，害得我在灵堂前跪了1个月，你倒是才跪了10天就回去睡觉了，我还没找你，你倒怪起我来了。咦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，之前说我不好好的听，现在我一本正经的等着你，你却又不说了，耍人玩啊？不想说了，你根本只是想调戏我。不用啊，阿布大人，我真的很想听，你就成全我这个女奴的心愿吧。走开走开，女奴还敢拉我的衣服？阿布大人，你就从了我吧，我好好的听着呢。放手。阿布大人，我这就给你补好。欢迎收听仙本纯良，播音小豆豆、夏猫儿，文本编辑袁柳，后期制作七成，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。